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一定质量的理想气体啊，从状态 A 变化到状态 B 哈，这个 AB 它是一条直线。那在状态 A 的时候，气体的温度是27°C， 27°C 哈，绝对温度等于多少呢？绝对温度哈是等于273加27啊，这是等于300，哦300K，哦这里温度是300K，哦这 TA 啊。好，那么他说哈，从 A 变化到 A 的话，求气体的最高温度。好，这怎么做哈？因为我们晓得这个理想气体呢，物态方程哈 ，PV 等于这个 nRT 啊。好，那这个这个哈 PV 的话跟 T 是成正比的啦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看看哈 ，PV 的话呢是在这条直线上。那我现在把 P 带掉。P 哈是等于多少 ？P 哈 ，P 是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截距是4嘛？哦，就是说斜率哈，斜率是，四除以呢，负四除以8，就负二分之一啊，负二分之一 V， 再加 V， 啊 ，V 是截距 ，V 是4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就把哈这个，P 给带掉，那 P 给带掉的话哈。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，负二分之一 V 加四，啊乘以 V， 这个呢是等于哈 nRT， 哦 nRT 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呢要求 T 的最大值，就把 T 哦看成是 V 的函数，哦就 T 哦看成 V 的函数哦，这个是一个二次函数，这是 V。这是 T 嘛，二次函数哈，我令 T 等于0的时候，它通过哪一点呢？通过 V 等于0，它跟 V 等于多少呢 ？V 等于8，哦 ，V 等于8，这等于0嘛，等于8。哦啊，所以它那个首项系数呢，小于零嘛，所以它往口向下。所以什么时候 T 它有最大值呢？就在4的时候了。体积四的时候，也就是在这个终点，体积四的时候，哦，二加六除以二加六除以二的话呢是4，就在终点，就 AB 的终点4。那这个终点就多少呢？这个终点就是2了，哦，四对应到呢 P 的话就2，这个的话哈，它有最高温度，它有最高的 T。好，那这个最高的 T 的话呢，我们要怎么算哈？我们的这个关系是固定的嘛？我算那个 A 的，现在的话哈，这个是 T 的话这一点哈，就是那个这个温度我要算这一点温度的 T nRT 哈，它等于呢这一点哈，它的什么 P 是啊 P 是2嘛。它乘以 V 是4，然后我如果带这一点的话哈 ，T 是多少 ？T 是300K 嘛，叫 nR 哈，乘以300，它等于多少？等于这一点的那个 P 是3的，它乘以 V 是2，然后给它一除以后 nR 就消掉了，哦 nR 消掉，那2也是消掉。所以 T 的话等于多少 ？T 是等于三分之四乘以300，哦，这100，所以是400K， 哦，400K 啊。所以呢，最高温度是400K， 那400K 是等于那个几度 C 哈？400哈，减掉273。七、二，啊，三减一多少？三减二，三减二是一，127°，哦，这是127°，度 C 啊，哦，最高温度是127°C。